期，有一位品德高尚的好皇帝，叫楚元王。他是个好心又爱帮助人民的国君。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，都会找楚元王协助。最近楚元王在招官。大家不好意思，我是皇宫的公公，不是楚元王。真是的，等一下，皇上驾到。哦，皇上出场哦，来点掌声，来点掌声。哦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啊，我就是楚元王，你不要，大家不要误会啊。来来，公公跟家说些 hello hello 啊啊，没错，我就是楚元王。听说呢，我就是一个好人。对，没错，我就是朕就是个好人。太假了吧？真的吗？是的。你知不知道我现在朕现在就可以赐予你死刑？好吧，你来啊。不要以为你变成太监我就拿你没辙了。哦，是吗？好吧好吧，别说那么多废话了。来点音乐吧。好。OK， 好好好。哎，对，没错，我就是楚元王。我是个很好心又爱帮助人民的国君。啊。如果人民有什么疑问，都快来找我，哈。谢谢谢谢。太监啊，太监。什么事啊，皇上？最近啊，国家还真是好多事情要忙啊。有什么事吗？我看你很悠闲。路人甲，龙在天。靠近楚国，他们的粮食已不足，他们也开始饿了。卓伯桃宁愿牺牲自己，让羊角哀完成他的心愿。看来我们的食物也不够了，那么就算我们有食物，我们其中一个也只能撑过这一个晚上。好吧，我就牺牲我自己，让你去楚国当贪官吧。什么？什么？可以。可是羊角哀不肯。我不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太先进了。为什么啊？自杀也会下线吗？你自杀就能搏击哦。啊？哎哎，真是，不会啊！去当官，少了我一个人，你可赚了更。